好像在台湾，在台湾花了三个爸爸会知道，就跑到美国去，他交了不好的朋友，把所有的都花光了。花光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他还是要花。那圣经的记载，这段记载就讲到，他就去找一个放猪的，那你不花好了，我花我一抢。啊，那好，反正放猪的就说，反正我需要工我就抢。你是很特别，碰到一个不好的老板，那个老板呢也没有劳基法，就不带他。然后让他吃那个猪吃的那个豆浆，就知道他一定是没有到劳基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去吃猪吃的豆浆。然后呢，他在想一想说，哎，我太，我想说我爸爸家里这么有钱，有这么多的故宫，那我怎么在这里受？那他一定想到说，我把我爸爸的钱全部带来，花的光光的，无颜见江东父老。他说这样子好了，我回去哈，求我的爸爸这样子好了，你就当我当故宫好了，我当我爸爸的故宫总比在这里好。可见他父亲已经是一个对工人不错的，对不对啊？他说那我干脆回去。他走着走着呢，他还没走到家里，他的父亲呢就远远的看见他，啊，这个是圣经的记载，远远的看见他，可见呢，这个父亲老早天天就在那里看他，是不是这样？哎呀，看到这个浪子回来，他就跑去迎接他。然后呢，发生一件事，他就吩咐他的仆人，他就把他带回家里，吩咐他的仆人把他的这个，你要带个金戒指，你看这个衣服一定很破烂，去放出来，因为衣服搞不好都卖掉，搞不好都穿得破烂，给他换上好的衣服。然后还做了一件事情，哎呀，带他的这个小儿子，失散的儿子，一同享受。哇，吃好吃的，他儿子吃完之后，这个就总算呢比较快乐。然后呢，当然还有讲到那个大儿子的事情。那圣经的记载就在这里，我都觉得说我们好像一个浪子一样。我们不仅呢，承受付给我们的哈，当然我当然跟年轻人讲说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们在很多的产业，我们不仅在地上浪费时间、浪费金钱，啊，浪费很多的事情。而且当我们我们想到神的时候，我们都想来为神做一件事情。其实神需不需要我们做神？你看今天来到这里呢，神要我们享受他。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中的见证，不是说啊，我来到教会中来拖地，来做什么事情。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见证说，我来到教会中呢，我就先来享受。而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我到教会生活里面，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，得救以后过教会生活，才开始吃到什么叫北方的大饼，才开始享受呢弟兄姊妹的爱恋，就跟弟兄你们都一样，都享受这些爱恋的事情。慢慢的我都觉得说，你看主不仅呢在外面寻找我们，在里面呢寻找我们，他更把我们带回到父面前。所以刚刚有一位姊妹讲到，我们是回到天父的，的确是这样。神把我们带到这个生命的源头。你看我们，父不会给你吃饱，父不会给你吃饱。但我们的神呢是丰富的神，这个我们要求我们的一生呢来认识他的丰富。所以这里有几处的经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第一处的经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哈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入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你看，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，这一位神呢，他不仅纪念我们的过犯，他更是把他的独生爱子差来到地上，这位为人的耶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叫一切信入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你看，我们好像一个回家的浪子。哎呀，我们的生命呢，非常的有意义，回到了神的家中。第二个，好，我们一起再祷告。为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后面就说到，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这位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在此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了。知道那里有三个失语，第一个人是失语的，人是失落的，人还是失踪的，或者说是失丧的。但是呢，感谢神，神这个永不放弃的爱，像那个牧人一样，像那个妇人，他永不放弃。那个妇
亲呢也永不失望，他总是盼望他的儿子能够回家。哦，所以今天一样，你们来到这里，我相信呢，你们知道天父都在发望，你们都回家。啊，在座有我的一个同事哈，真的盼望说，哎，这个他能够呢，哎，摸着神的爱，神那个永不放弃的爱。然后呢，好，我们读第三节哈。因为人心里信，就得着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得救。好，然后第四节，我们请姊妹读好了。因为人不求自己的，就必得救。好，第五节，我们请弟兄读。信而受尽的，必然得救。好，在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人心里信，就得着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得救。不要我们做任何事，只要我们转向他，好，我们心里相信，今天这位同牧人为我们来寻找我们，只要我们信，父永远是发望的，只要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角落，哦，我们里头有光，哎，信就得着义，所以我们常常喜欢带人呼求主名，口里承认就得救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呼求主名。哦主耶稣，好，第四点说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照着神的话，当你相信主耶稣，你也呼求他的名，你承认他是主，你就得救，就从很多这种消极的情形都拯救出来。啊，这里说到信而受尽的得救。神不仅要求我们相信他，他更要求我们要受尽。受尽好像是两句一样，不仅我们好像你进到我里面这条线，我说我要回家，我的脚跨过去，说我是不是在家里？对，你在家里，只是你们进到家里没有，我的一半还在外面。所以信而受尽是完整的一步。若是你要进到神的家里，完全享受这一切，你要信，而且还要受尽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这个让好、流浪上的人，是吧？就是我们，我们都是这般失迷的羊，也是这般浪荡的人。但感谢主，他今天来寻找我们，而且寻见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相信、接受他，我们就能够回到父的家，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。我们最后是不是好，请今天好这个彼此来的朋友们，还有这个陪他来的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我们把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再一起唱一次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我们站起来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谢谢你使我来到这里，
到你的家。